华航空姐阅历，网购390元买得到哦。向来抢手的华航美女阅历2012年版很有看头哦。华航昨天展示2012年阅历，由12位空地勤气质美女以桥梁为主题，介绍6个特色城市。阅历主角有拍过偶像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的地勤江婉瑜，因为拍摄的内容就是我们平常工作的内容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得心应手的。那演员们也人都很好，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验。空姐林玉玲则有小孙燕姿之称，笑容的时候就是鼻子跟嘴巴笑起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很像孙燕姿。然后还会有客人会画我，就是他们会在飞机上画画，然后把我的自画像送给我。今年华航空印制40万份，到官网就可以390元买到美主阅历桌历，美美的买来送人，铁定讨喜。动新闻，心动要快，以免项羽报道哦。